修华严奥旨，望尽梵原观，出未同修。 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修法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十一页，第十一页第四行啊，从下面一句看起：大圣八万，小圣三千。 为住持之楷模，整六合之稳序，出三界之梯灯，越苦海之训航，整悟倒迷，莫失为最。啊，那么我们这一段啊，还没讲完啊，这个整六合之稳序。 我们学习到啊，家师敬老和尚的啊这个敬宗同学啊修学的五个纲目，学习到十院啊第五个纲目十愿。上次我们学习到十院的这个第三院。 第三点，那么今天啊，我们接下来呢，就学习第四愿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四愿，忏除业障啊。那么这个忏除业障也叫忏悔业障，业障啊，是我们修行很大的障碍。 如果我们没有业障啊，那修行啊，那很容易就成就了。啊，我们修行啊，修了很久，啊，都不见了、啊、功效，啊，甚至啊退步、退转，这些都是业障的关系。那么这个业障啊，特别是恶业障。 啊，严重的障碍，在《地藏菩萨本念经》给我们讲啊，这个是故众生啊，莫轻小恶以为无罪啊，就是小小的罪业，它都有障碍啊，死后有报啊，啊，人生巨海啊。 能战胜道啊，可见的这个业障啊，不能够轻视啊，不能疏忽了。不但啊，这个业障啊，障碍我们正果，也障碍我们开悟啊。那么业障是什么呢？太多了。 讲不完的，佛把这个业障啊分为三大类啊，第一大类呢见思烦恼啊，我们一般讲叫见思惑，见破八十八品，见思破八十一世。啊，我们众生呐。 会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就是因为啊见思烦恼、见思惑啊，这个业障了、啊、造成的六道生死轮回。那么第二大类叫尘沙佛啊，尘沙佛啊，就是比喻的这个尘沙烦恼。 尘沙佛就像尘沙那么多啊！佛讲经啊，常常引用印度那一条恒河沙，那个一条恒河沙啊，那我们算不清楚了啊，都几粒沙算不清楚啊！引用这个恒河沙，就是比喻形容啊，很多很多了，无量无边了，太多了。 那么这个烦恼无量无边啊，称为尘沙烦恼啊，啊尘沙惑，这是第二大类。那么这个第一大类的见思烦恼是我执产生的，众生都有执着啊，人我执有个我执啊，在《金刚经》讲啊。 有四相啦、啊，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有了这个我执啊，那么就有这些烦恼，有见识烦恼。啊，那见识烦恼啊，起来就造业了。啊，造什么业呢？造轮回业。啊，以轮回心造轮回业。 轮回心就是烦恼啊，现实烦恼啊，这个叫烦恼障啊，叫烦恼障。那么尘沙烦恼啊，所知障啊，障碍我们所知的。这个尘沙烦恼啊，又叫尘沙惑啊，造成了、啊、所知障啊，我们所该知道的都不知道了。 第三大类是无名烦恼啊，这个是根本。前面呢、啊、这个尘沙烦恼、见识烦恼，都是从无名烦恼发展出来的。啊，无名烦恼啊，就是起心动念、妄想。华严经讲啊，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就是起心动念，起了无名了。 一念不觉生三性，境界唯缘长六处了啊，所以就一直发展，发展了、啊，存杀烦恼、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是最严重的了。那么这个烦恼，佛把它分为三大类啊，这个三大类，那烦恼断尽了、啊，那就成佛了啊，断见思烦恼。 就成阿罗汉、严觉啊，缘觉就是辟支佛了。阿罗汉呢是声闻啊，这、啊、他们见思佛断了啊，就是人我执他们断了，没有了，他们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那么菩萨呢，不但断见思烦恼，也断尘沙烦恼，但是还有起心动念，还没有把妄想放下。 无名烦恼，还有啊，那么再把无名烦恼也放下了，那就成佛了啊。所以，声闻缘觉菩萨佛啊，那么这个就是断烦恼啊这个层次的啊一个名称了、啊。那么我们所有的业障。 都是从这三大类烦恼来的啊！没有烦恼就没有这些业障啊！有这个烦恼才有这个业障啊！这个业就是造作了，你的造作跟烦恼相应，就障碍你修道、障道啊！这个修行人呐、啊，修道人呐、啊，就被这个业、啊、障碍了。 所以称为业障，不但啊障道，不但障碍你修道，还障碍你的运气，障碍你一切好的果报。那这个是啊，我们在现前社会上啊，从自己看别人都有这个事情。啊，一切好的果报，那但不能满念呐、啊。 因为有业障的障碍，所以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啊，你有求什么愿，不能满愿，它就是有业障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初学佛的时候啊，亲近张家大师，密宗的大德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啊。 就给他讲了，啊，说佛是门中啊，有求必应啊，啊，你在佛门当中啊，你要求什么，都会有感应，啊，都会满你的愿，啊，如果你有求没有应的时候啊，啊，那个就要知道啊，是自己的业障啊，障碍住了，那不是佛菩萨没有感应。 啊，有感应，但是你自己有业障啊，障碍了啊，所以业障啊必须铲除啊，这个业障铲除了，那你求的愿呢、啊，求的好的果报，它就现前了啊，因为障碍已经排除了，没有障碍了啊，因此啊，业障必须铲除。 那么说实在话呢，这个忏除业障啊，是我们从凡夫地到成佛唯一的功课，就是忏除业障啊。无论你修什么法门，都是忏除业障。 我们从这个普贤菩萨时时代愿望，那很明显看出来，普贤菩萨他代表的位次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呢就接近成佛了啊！他还有一品身相无名未破，啊，那一品身相无名也是业障。 啊，那一品身相无名破了，忏除了，他就成佛了。可见得啊，这个忏除业障啊，啊，我们从环入地要忏到等觉菩萨，那还要忏啊，忏到成佛才这个忏除业障才圆满了。还没有成佛，这个都有业障啊。那只是每一个层次、每一个人呐、啊，业障啊，轻重。 厚薄不同而已啊！啊，这个这个都有业障啊，所以从这一愿呢、啊，我们可以看出来，从凡夫地学佛啊，学到成佛，无非都是在修忏除业障了、啊，因为佛性。 本来就具足的，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我们一切众生与诸佛如来有同样的智慧德相，没有减少一点，平等的，都一样，都记住，都圆满的记住。本来大家都是佛。 那么诸佛如来得到受用了啊,啊，我们呢、啊、得不到受用啊，而且在这个还吃尽苦头啊。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有业障啊啊，障碍我们自性的这些智慧德能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 业障铲除一分，我们自信的智慧德能就透露一分出来。啊，你业障铲除十分，他就透露十分；业障铲除一百分，他就透露一百分。啊，业障完全铲除，那我们佛性啊，本来具足啊，圆满的显现了，成佛了。啊，所以学佛没有别的。 铲除业障而已啊！啊，不是说我们要怎么修，呃，能得到什么啊？能够有新的东西得到没有？啊，因为自信本来什么都记住，只是现在有障碍啊！啊，障碍你不能现前了、啊，直接智慧德能不能现前了啊,啊！所以修行就是铲除业障，排除障碍。 障碍排除了，那这些他本来就具足的，啊，不是说你去修了啊才有，没有修就没有啊，他本来就具足，啊，只是啊你有障碍，你把它障碍住业障，啊，所以铲除业障啊，也是我们还没有圆满成佛啊。 是主要啊修的功课了，那么也可以说修任何法门都是在修忏除业障了。我们念佛法门也是一样啊，也是忏除业障啊。在观经佛给我们讲啊，至心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那那个就是生死重罪，就是业障啊。 啊，念佛能够铲除业障啊，而且是最方便、最究竟、最圆满的方法。那么大陆上啊，有一位刘善人，他给人讲病啊，他这个给人讲病，他也蛮特殊的啊，他讲病啊。 就是人生病啊，他不需要医药啊，他给你讲啊，断恶修善啊，就是你要遵循呐、啊、这个伦理道德啊，因果断恶修善改过啊，病就能好啊，你把你的心态调过来。 病就能好了啊！他讲一讲，哎，这个病人听了，他这个心转过来了，他病就好了。最重要的理论就是忏除业障，十几二十年的病，医药都没有效，苦不堪言啊！有人去听他一说呢，真的，你明白了，你这个心改过来了，改过了就叫忏悔了。 病马上就好，啊，所谓啊，病由业生呐、啊，病也是从业障所产生的，业由心生，那业是从心生的，啊，你这个心转过来了，转恶为善了，那病也就没有了，啊，病啊是这个心。 行造恶业啊，所以才有这些病啊。所以，在我们中国佛教啊，唐朝啊，无际禅师啊，石头谦呐，石头西迁呐、啊，禅师啊，他也留过生啊，他有一个新药方。 那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个那个是治病的啊啊，所以真正忏悔啊，病马上就好。那么下面讲啊，忏是晨露先罪，悔是后不再造，改往修来。那么这个两句啊啊，是给我们说明啊。 忏悔这两个字的意思啊，这个忏是承露仙罪啊，我们现在讲花露忏悔了啊，自己造的这些错误的过失啊，在佛前呐、啊，花露忏悔啊，或者在师长啊，这个长辈前呐、啊，啊，同参道友前面呐、啊，花露以前造的这些。 罪业发愿呢、啊，要改过来啊！所以忏啊是存入、呈现出来；悔之，后不再造发愿呢、啊，不再犯这个过失了，改往修来。极致无量劫中有贪嗔痴慢疑起烦恼怨恨怒，造作诸恶业障必增现。 今当清净三业，一诸佛菩萨大众前，诚心忏悔，不敢护藏，心消染污，身解病毒，还归纯净纯善,善之自性清净圆明体。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啊，也就是给我们讲忏悔啊，这个。 理论方法啊，这个忏除业障啊，就是发怒忏悔了。我们在佛菩萨圣像前呐、啊，啊，或者大众前面呐、啊，诚心忏悔，不敢复查啊，过去造了什么业啊，都在佛前呐、啊、发怒忏悔，心消染污啊，啊，这个心里啊，消除这个污染。 啊，生解病毒啊！啊，这个生的病毒啊，是由于心污染感召来的啊，所以要忏除忏悔啊，还归纯净纯善之自性清净也明体啊，回归到、啊、纯净纯善啊，自性清净也明体。 这个忏啊是晨露先罪啊，醉这个前面我们解释过啊，晨是晨素了，露是花露啊，以前所造的罪业一丝毫都不能隐瞒，要向佛菩萨、向大众来求忏悔啊。这个悔是后不再造了啊，就要改过了，以后不再造这个罪业。 这个叫做法忏啊，在三种忏悔当中，那么这一类啊属于做法忏啊，属于小圣啊，小圣的做法忏啊，就是挖路忏悔啊，在大众面前啊，或者在佛菩萨面前的八路忏悔。那么悔事后不再造啊，罪业再重都不怕，只要你肯忏悔，就全部可以消掉。 无量劫中不止这一次，我们有过去世，过去世还有过去世。我们堕落到六道就出不去啊！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啊，不知道生死多少次了啊！无量劫来啊，无始劫来，在六道啊，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 无量劫中由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是根本烦恼啊！这个烦恼的根本还要加一个戒，贪嗔痴慢疑恶戒，错误不善的见解啊！这个六大烦恼啊，这些东西是根本烦恼，是所有一切罪业的根源啊！这个不是说这一生学来的。 而是与生俱来，你生下来就有了，就有这个烦恼啊！啊生生世世带来的烦恼习气、啊、而且每一次轮回呢，它就会加重一些、啊、这个因很严重，这是业因因如果没有缘，它不会结果啊。果是造业。 啊，造作罪业，缘是什么？起烦恼、怨恨怒、怒啊！我们一般讲怨恨、恼怒、烦呐。啊，这个起这个烦恼，这个东西是现前的啊。我们我们现现前呢、啊，叫做现行烦恼啊。现现在都常常会发作的。 啊，不是与生俱来啊，现在现在就有啊。那么这个贪嗔痴慢疑呀，这个是与生俱来的。那么有了这些东西，跟贪嗔痴慢疑就勾结起来啊。你有怨恨、恼怒、烦了，那么就跟与生俱来的贪嗔痴慢疑就。 内外啊勾结了，那勾结起来啊，就造诸恶业了，就造恶业啊，造作这些恶业啊，障蔽真性啊，就障碍我们明心见性,不但啊,真性啊，不但呢障蔽真性啊，不但呢障碍我们明心见性啊，让我们见不到。 自己的真性，严重的还使你这一生呢、啊、生一生的怪病啊！那身体啊病很多啊，烦伤肾啊，恼啊伤肺，怨伤脾，恨伤心，怒伤肝呢、啊。 啊，病根呢、啊，就是贪嗔痴慢啊，不但障碍自信啊，障碍你的智慧，障碍你明心见性，同时啊，也给你带来疾病啊。佛法里面呢、啊，五戒能治病，不杀生，心地慈悲，慈悲心养肝啊，他不得肝病。 不盈欲养心，不妄语养脾，不拖到养肺，不饮酒养肾。所以食善五戒对人身心健康有很多的好处。那么这个是讲五戒对这五种恶业。 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对治我们这五种恶业。我们现在要忏除业障，首先要清净三业，啊，一诸佛菩萨大众啊，就同修道友前，诚心忏悔，不敢复藏，啊，不遮掩隐藏，啊，这个叫发露忏悔。 我们起心动念，眼里照做。首先想到有没有愧对父母？愧对父母是不孝，愧对祖宗，愧对父母，你头上就会长病。在家庭里面，丈夫能不能对得起妻子？能不能对得起儿女？做儿女的能不能对得起家里的长辈？ 对得起兄弟姐妹，在学校能不能听老师的教诲，认真去学习，这通通是在做人方面啊。还有对事啊，有利于自己的是小事，有利于大众的是好事啊。如果这桩事情对国家民族、对社会安定和平有利益啊，那是更大的好事。 啊，大好事！啊，大好事啊！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协助，我们要帮助他完成。起心动念不为自己，为别人。啊，为别人才是真正为自己，为自己那就没有不造业的了。啊，业是怎么来？自私自利嘛，从这个我执啊。 发展到最严重就是自私自利啊，只为自己，从来不为别人想啊，那就没有不造恶业的了、啊。啊啊，业是怎么造出来？罪是怎么得来？病苦是怎么得来的？啊，将来三毒果报从哪里得来的？都是掩饰自己的罪过，造作恶事不敢告诉人。 在身体里面呢，长久了就得病。病是花报，花报就是现世报，果报是在三途恶道，啊，将来变畜生、变恶鬼、变地狱，啊，因果是真的，不是假的。心消染污，你的心清净，身体就解除病毒。啊，还归纯净纯善之自性。 这是真我，那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就找到了。在《摩诃子观讲》讲顺流时心啊，我们用这篇文字来帮助我们认真忏悔啊，顺即随顺，流即流转啊，为诸众生因此时心，则随顺烦恼。 流转生死啊，这十条就是搞生死轮回不善之业啊，我们要反省检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那么这个顺流时心一无明昏暗，未诸众生从无始来暗示昏迷，无所明了。 烦恼所醉，于一切法忘记人我，起初爱见，想记颠倒，起贪嗔痴，广造诸业，是以流转生死。啊，这里讲的无名啊，不是讲根本无名啊，是讲知末无名啊，在小乘啊，这个缘觉修学的理论方法啊。 讲的无名啊，这十二因缘讲的无名啊，叫知末无名啊，那个不是根本无名。那么由于这个无名啊，让六道这种境界现前啊，这是对于诸法实相啊迷惑颠倒啊，称之为无明昏暗啊，发生了、啊、分别执着，起贪嗔痴慢。 这是根本烦恼，这是六道轮回真正的原因啊！里面有烦恼，外面有诱惑，业报就现前。那业报就现前了。四是八世阿兰也是，莫那是，意四，眼耳鼻舌身五世啊，确实无量劫以来啊，我们的神是迷惑颠倒。 要是不迷，他怎么会来投胎？怎么会造业？这个我们要肯定就是迷才会造业嘛。悟他就不会造业要怎样来破迷要学习圣贤教育啊，要学习活菩萨的教育啊。所有宗教的教育都是帮人。 断恶修善，破迷开悟的啊，要解决这个问题了。佛经的哲学讲的透彻圆满，你越学越欢喜，真的是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要认真的学，协调就能做一条，才能成就啊！学了要去做啊，学了不做了，就是缩食数饱了。 啊，说吃也没有去吃，那肚子还是不会饱。啊，说了你就要去吃，那才会饱啊。啊，所以学了一条啊，就去做一条啊，那这样我们才能成就。烦恼从迷惑颠倒来的，你觉悟了，那烦恼就没有了。迷了，智慧变成烦恼。 啊，其实烦恼跟智慧它是一体的，啊，关键在迷悟不同了、啊。迷了，智慧就变成烦恼；悟了，烦恼就变成智慧。啊，就是一桩事情了、啊。在一切法里面忘记人我，取人我这个执着，佛给我们讲错了。 啊，在《金刚经》讲的特别详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着相，着这个相了，着这个相就造造业了，造轮回业了。啊，世间有没有人我？有人我，觉悟的人恒顺众生。啊，众生说这个是人啊，这个是我，那我也。 恒顺众生啊，我也说这个是人，这个是我，啊，就不起冲突。啊，那形式上啊，跟一般人一样，但内心他没有，好、啊、像《金刚经》讲的“即非市名”啊。啊，那这个就是、啊，形式上有这个名义啦，但是内心上他没有这个相，不执着这个相。 啊，痕迹都没有。啊，决定不把人我啊这个念头放在心上。啊，那这个我执啊，如果不能淡化，不能破除啊，那肯定会自私自利的。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我执啊，啊，不断的。 淡化，啊，不断给它扩大，整个宇宙是我，啊，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同一个自信，跟自己是同一体的，啊，那这个当中啊就没有人我了，这种见解了，这见解就没有了，所以呢，佛门里面回想。 把自己所修的一切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回向给法界，啊，这个也是破我执的一种方法，让我们心量扩大，把、啊、这个我啊、小我啊不断扩大，啊，扩大到最后呢，尽虚空遍法界都是我啊一体啊，那我执自然它就没有了。啊，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 他所现在外面的跟我们没有两样，啊，内里面完全不一样。他的心清净，一尘不染。我们是忘记人我，起诸爱见，啊，爱见就是烦恼，妄想分别执着，想记颠倒，啊，想是妄想，忌是嫉妒分别，就是交量，起贪嗔痴，广造诸业。 是以流转生死，为什么我们出不了六道轮回？原因在此地，生死不是真的，也是个幻象。生死啊，这个身体呀、啊，生有生死，灵魂没有生死啊。这个外国人讲灵魂啊，在佛法讲神世。 那这个没有生死了啊！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对于生死怕不怕？一点都不害怕啊！生死像什么？像穿衣服脱衣服一样啊！你衣服坏了脏了，脱一件再换一件新的啊！我们的灵性啊，在六道就是这样。 啊，这个身体就像衣服一样啊，啊，是我所不是我了。在六道轮回啊，啊，丢了这个身体，又再去换一个身体。啊，换什么样的身体啊？如果你积功累德，那你身体越换越好啊，啊，越换越出顺啊。 那这一生呢、啊，换人道的身体，来生呢、啊，升到天道，换天人的身体。那天人的身体比人道的身体那舒顺太多了。啊，天有二十八层天，那你到哪一层天啊？这个就是你修行的功夫了。啊，修的功夫越高啊，你这个升天的层次就越高 那人道下面呢是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啊！如果来生犯这个三恶道的身体，那就与这生不好了，退步了，比这生差了啊！所以六道生死轮回啊，死生受生，不断的换。 不同的身体，就像我们换衣服一样，啊，有时候换的比较好，有时候换的比较不好，啊，事实真相是这样。知道事实真相，我们起心动念、言里照做，决定不做一切不善，啊，不不造不善业。为什么？人间的时间不长。 要往长远看啊！我不能到佛国去做佛，至少要升到天道啊！出六道啊！啊，那要修定啊！阿罗汉呐、啊，超越六道，他修的定啊，超过啊这个非想非飞想天了啊,啊！他是非想非想天是第八定。 啊，阿罗汉是第九定，九次地定，他超越了。啊，那么超越六道啊，那就叫灵性了、啊。啊，不是像凡夫啊，叫灵魂了、啊。啊，啊，实在讲啊，灵魂也是不灵啊，应该叫迷魂了、啊，迷惑颠倒。灵性是真正的自己，它是清净的，它没有污染。 啊、灵魂是染污，是迷惑啊，那这个不一样啊！实在讲啊，有染污，有迷惑啊，这个魂也不灵啊啊，应该是叫迷魂呐、啊，迷惑颠倒的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啊。那么《摩诃子观》讲顺流时心啊，那么第一个啊，无明昏暗啊，这个这个。 一直到广造诸业，是以流转生死。那么第二呢，外加恶友啊，未诸众生内聚烦恼，外执恶友，闪动邪法，欠祸于我，倍加隆盛。无有开悟，进修善业，是以流转生死。啊，那么这个。 第二个呢，啊，是外加恶友，啊，里面呢、啊、就是无名了、糊涂了，啊，那外面呢有恶友啊在诱惑你，啊，因为外面有这些恶的因缘呐、啊，啊，所以交朋友不能不重视，啊，这个孔老夫子在《礼》里特别讲到。 啊，交友啊，不能交那个不如己者啊，啊，不能交一个不如我的。啊，那不如我的呢？那他比我差了，那我跟他交朋友了，那会受他影响啊，啊，跟他学了，啊，越学就越差了。啊，应该教啊，那这个学问道德比我好的，比我高的，那我们才会进步啊。 啊，如果交一些朋友的学问道德都不如自己的，那我们肯定是退步的，不会进步啊。所以交友啊，就不能不重视了。啊，这不好的朋友啊，他教导你争名夺利，啊，教你杀道淫妄，啊，你把这个恶友当做好友，那就错了。 但是现在人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啊！那看一个人好不好，就看他交什么样的朋友。啊，他交的朋友不好，那肯定他好不到哪里去了。啊，他交的朋友很好，那肯定他是不错的，他也会很好。三。 啊，第三条，善不随喜，为诸众生内外恶缘俱集，即内灭善心，外灭善事，又与他人所做善事，不生随喜之心，是以流转生死。啊，那么这个就是不随喜别人做善事，啊，而且还升起嫉妒障碍。 啊，这个顺流时先是从反面讲的。我们要是有，啊，要知道改过，啊，先改过才能修善。啊，如果过没有改啊，修得那个善也不真实。所以，第一要把自己身心洗干净。啊，内外恶言呐、啊，烦恼、怨恨、怒。 啊，怨恨、恼怒、烦事，内在的缘啊，外面呢、啊、是五欲六尘啊，名闻利养这些诱惑啊，有人的诱惑，有事的诱惑，物质的诱惑。那、啊、特别在今天这个社会啊，啊，五花八门啊，引诱我们起烦恼啊，造恶业的那、啊、六根接触六尘啊。 触目皆是啊，没有一样不是。所以在今天这个社会，修行成就太难了，没有几个人能经得起诱惑了。啊，我们自己想想啊，啊，自己都经不起诱惑啊，啊，所以修行成就就很难很难。那比古时候了。 那个难度多的太多了啊！古时候外面呐、啊，没有像现代这么多的诱惑，特别现在的手机、电脑，一一打开，什么都有啊。那你接触到了，你在这个环境里面能不动心啊？那个是叫真功夫了啊！那那不是一般的功夫了。好像《金刚经》讲的，看到这些啊。 不起相，如如不动啊，那是真功夫了。那么《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你能够去观这些是梦幻泡影，不是真的。啊，不起相，如如不动，那是真功夫。 那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呢、啊？要靠生信因果，为什么呢？啊，生信因果就不敢去造啊这个恶业啊，我自己苦饿死不会堕地狱啊，这一生呢、啊、苦一点啊，纵然饿死了、啊，但是我死的我没有造地狱业啊啊，我不会堕地狱。 啊，来生呐、啊，还是会到人天善道来。啊，虽然饿死了，但是我没有去做坏事。啊，我要是不甘心饿死，那我去抢夺别人的，那去抢劫、偷盗，那这个要入地狱了。啊，纵然饿死了，没得吃啊，啊，我的心还是善。啊，不占别人一点便宜。 啊，如果你这样饿死啊，那死了之后就升天了，德行具足啊，不去损害别人。啊，如果起心动念啊，都是损人利己，那没有一个不堕三途的。那想到这个堕三途这个事情能干吗？啊，你去。 赚人家的便宜去偷盗，得这些便宜，实在讲，将来堕三途，得不偿失啊！啊，得到的无法去偿还呐、啊，失去的，真的得不偿失。所以，饿死事小，破戒事大。啊，破戒啊，这个事是大了，大事了。那饿死了，这个事情不大。 啊、内外恶言俱足，我们的善心生不起来啊！这个内有烦恼，外有诱惑，那我们这个善心呢、啊，它就生不起来啊！外面的善事啊，你也不认识啊，会把这个善事啊看作恶事啊！我们看别人啊，回过头来反省自己啊，别人呢、啊，见他做好事，他不，他不做。 他认为啊，那个好事不是好事啊。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啊，对我自己没好处了、啊，那是那个那个不是好事啊。啊，所以一般人的心理总是对自己有利益的，对我有好处的哦，那这个是好事，是善事。啊，对我没有利益的，啊，对别人有利益的，啊，那不是好事。 啊，这一般人是这么认为，啊，所以起心动念呢、啊，都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啊，把这个当做是好事、善事，啊，把利益社会、利益大众啊，看作是坏事，啊，那这这个完全是颠倒了。 啊，没有学习圣贤活菩萨的教育啊，真的善恶他分不清楚。啊，今天中国有天大的善事，啊，那就是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这是普世的教育，啊，中国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能救整个世界。 啊，谁要是能发心做这个好事，啊，他的功德啊，啊，他的福报决定不在人间呐、啊，在天天上啊，在天道了、啊。看到别人做好事，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全他，啊，这就是随喜功德，啊，没有这个力量啊，生欢喜心赞叹他，也是随喜功德。 啊，不能随喜善事，这也是流转生死啊的一个业因了。所以，我们见到别人有善事要随喜啊，纵然我们能力帮不上啊，随喜啊，我们一般的话讲，乐观其成啊，那希望他能成就了啊，希望他能把这个善事做好，做圆满。 啊，我们在旁边看呐、啊，随喜啊，这样也是功德啊。那当然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因缘呐，啊，去协助他尽心尽力帮助，那这个就更好了。啊，我们再看下面四三业造罪，为诸众生自众生可议三业。 起杀盗淫妄贪嗔等过，无恶不为，是以流转生死。啊，那么这一条就是讲我们众生啊，放纵啊，我们身口意三业，那么起这个杀盗淫妄贪嗔痴慢等等的过失，无恶不为啊！啊，那所有的恶。 都在做，啊，事业流转生死啊，因为是这个缘故啊，这个因缘呐、啊，所以才会流转生死，才有生死六道轮回。现在世间灾难这么多啊，为什么这么多灾难？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已经两年多了，快三年了。 就是造恶业嘛，地球人类啊，恶业造的太多了，就这样造成的啊，才会有这么多的灾难，天灾人祸，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跟我们的地球有什么差别？要讲真话呢，毫无差别，没有差别。 那为什么我们地球这个娑婆世界跟西方极乐世界苦乐贤殊差别那么大呢？啊，因为极乐世界的居民都是上善之人啊！我们在念《弥陀经》啊，都念到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是上善之人，啊，所以他们那个世界就是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故名极乐了、啊。 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为什么这么苦呢？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是三业都在造罪，恶心遍布啊。外面的山河大地啊，是随着人心在转变啊。我们人的心善，树木花草、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善，那都变成很美好、真善美。 啊，我们心行不善，外面山河大地、树木花草都变得不善，都变得不好。啊，我们现在讲破坏啊，自然生态的环境了。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呐、啊，境随心转，心转境随心转。我们心善，言行善，身体就好。啊，心不善，行为不善，毛病就很多。 啊，如果你心里没有恶念，你就永远不会生病。啊，现在一生的病很多，啊，就要把我们心里恶念啊放下，把善的念头啊激发出来，你的病就好了。啊，甚至不需要医治，不需要医药，你就好了。人到中年以上啊。 五十岁以上都晓得这个身体很重要，与我们的念头有密切关系啊。我们居住的环境与念头啊也有关系啊。我们一般讲啊，地理风水啊，跟人也有关系啊。人心的善恶念也有密切的关系。现在这个社会虽然不善的人不少啊，但是善的也有啊。我们自己善。 能够影响别人，能够感化别人，这个很重要啊！一切都要从自己做起啊！所以，生口意三业要善。无量寿经教给我们：善护口业，不讥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要常常记在心上，念念不舍。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 顺流时行呐、啊，学习到第四条啊，那下面呢、啊、第五啊，我们下一次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